我是台东芬兰国小棒球队，一次去台北比赛途中，车子还因为过热停了好久，听教练说以后我们有新车子可以坐。哇，大家好高兴，谢谢魏英聪爷爷。现在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舒服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还冷气还凉吗？凉。谢谢接棒未来，谢谢魏爷爷。Thank you.